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93页最后一行，感度佛印啊，这是第三个小段，感应设方诸佛赞叹如来啊，请看经文。又闻设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念老的注解：无碍无断者，十方如来言是无碍之妙变，故云无碍。这是妙变，是说法啊。事无碍是义无碍，法无碍，慈无碍，要说无碍，就是欢喜说法啊。这是一般对佛、对菩萨、对大德们的赞叹。如是赞叹尽未来际，无有间断。这是甚深不可思议的境界，无有间断，所以无碍无断啊。我们接着看下面文。阿难愿身，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为真有，从来没有看过，我亦愿要生于彼土啊。要是爱好喜欢啊，我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老的注解里头，阿难亲见弥陀如黄金山，德相端严，
皆彼土种种清净庄严。戒习所未见，古人得未曾有，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的殊胜。那么又听到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生稀有心，发起大愿，愿生极乐，正表阿难当机，其慧深心，故发愿求生。乃曰：我亦愿要生于彼土。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意义很深。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关系很深，他们是堂兄弟。阿难是老，这个佛陀是大哥，他是最小的小弟。阿难看到了发稀有的心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听了应当效法阿难。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极乐世界，也没见到阿弥陀佛，阿难见到了，经里头决定没有妄语，决定是真实的现象，如实记录下来。世尊宣说，下面一段世身因缘，这一段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很大啊。我们看经文，世尊告言，告诉阿难，其中生者，其中是大众，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偶然的，听世尊后面几句话就明白了，一尘清净，无量诸佛执中得本，如与孙比，应当一心皈依瞻仰。这是阿难前面请教，愿生净土。佛在这里告诉他往生的因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世尊答曰：得往生者，已与无量诸佛清净供养，四奉学习，广知德本。我们今天
在这个世间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不容易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这么大的好运？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由于这个缘分，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啊，遇到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在世，与会很多人，都是过去生中亲近供养无量诸佛，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啊，我们有没有份？认真反省，想一想，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有没有生欢喜心？有，不大，跟阿难比相差很远。那换一句话说，阿难尊者比我们在无量劫来供养诸佛，他比我们多，我们不如他。我们只能够说是信，已经很难得了。愿，愿心还生不起来。佛陀帮助我们，加持我们，但我们自己要具备条件的，自己条件不够，佛没办法度人。经教里头说的很多，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不度，他不能接受我。啊，我们同修当中很虔诚的老居士了，晚年退休了，学道去了。啊，我们听了很难过，我们晓得这是过去生中福德因缘不厚，还不够啊，所以十几年听经闻法的熏陶，到最后还是放弃学佛去学道去啊，也未尝不好。佛里面不能成就，希望道里有成就，我们也祝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太多了啊！啊，甚至于还有学佛多年，有时候不知不觉他还在谤佛，他还在障碍佛法，
自己舍弃了，还劝别人别相信，这些事情古时候有，现在更多。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很感慨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自己确实很幸运，一定要像阿难一样下定决心，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能不能去，有没有把握去，不要问别人，问自己，自己有坚定的信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我这一次来离开香港前两天，国内还有个同修传一个信息给我，念佛会大家在一起念佛当中，就有一位居士站着往生，找照片给我看，啊，我在他手机上看到的，给我们做证明啊，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就在绕佛绕了几圈之后，他就走了，这是来给我们做榜样。为什么这么自在？一心专念，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完全放下了，才能现这个种瑞相。啊，这些往生的瑞相，坐着往生，站着往生，日至时至，都是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之后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真信切愿，可以跟他们一样自在往生了。啊，自在往生功德大了，给多少人看到了生起信心，好榜样。清净供养，侍奉学习，广知德本，德本就是专念阿弥陀佛，下面念老又引阿弥陀经，正如阿弥陀经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跟这段经文意思相同，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念佛不能中断啊，
这是多福德的现象。就这一句佛号，六个字，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印度话，意思是皈依恭敬。啊，念阿弥陀佛也行。为什么？善根福德心愿就这一句佛号，加上南无行，不加南无也行，念四个字更简单，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看下文，经者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仰是从仰，真实的恭敬。对老师恭敬，对佛陀也要恭敬。佛陀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称他为本师。啊，乘传佛法，把这个法门教导我们，佛不在了，用什么经教？用经典。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更方便的网络、电视啊，卫星，现在我们用手机就能收看网络卫星，方便了。啊，这些都是缘分，只要我们能相信，我们就真正的受用。皈依瞻仰，这个里头有礼佛的意思，有观佛的意思，有念佛的意思，也涵盖天亲菩萨无念之智。净土宗三经一论，我们所依据的经典，第一个《无量寿经》，第二个《阿弥陀经》，第三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十六种观法。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啊，最后一段。越是最后向后越是重要的啊，摆在最后就是最重要的。
任何一种观法都能成就，也有难易不同。啊，最容易的就是第十六观，一心成名。啊，天亲菩萨的五念，第一个是礼拜，第二个是称叹，就是称名，第三个是发愿，第四个是观察，第五个回向。下联句老居士：一，这五念法编了一个简单的功课，早晚课，便利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呢读这些大经长篇的啊，为了节省时间起见，半个小时课就做完了啊，叫静修捷要。内容就是这个五课，就这五年，天亲菩萨五年。下老往生了啊，嘱咐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将他老人家所汇集的《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经本子，做一个注解。他说完了啊，之后又把《静修捷要》详细讲了一遍。有录音啊，录音的设备不很好，有一些同学发现把这些录音写成文字很难得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静修捷要》报恩他，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贤密圆融，是我们近代的大善知识啊。在台湾有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上有黄念祖老居士，我们能够遇到，能够亲近，这是大福德了，不容易啊！啊，这两位大善知识都做了。他们的著作文字录音传下来了啊，《静修捷要》报恩谈，可以把它当作佛教概论看，内容太丰富了啊，把佛教大乘小乘啊，八个宗派，贤教密教通通说到了，
啊，要想了解整个佛教，你看看他的进修纪要报恩谈就可以了。啊，现在还有同学把这个文字从头到尾念一遍，你要没有时间看，喜欢听啊，那么这个光碟流通很广啊，从头到尾念一遍，十多个小时啊，喜欢听的，不喜欢看字，看字的喜欢听的，有这个录音；喜欢看的有文字啊，这个本子我们大量流通，利益无边呐、啊！啊，下面念老说。要知一心称念六字洪名，即总摄无念妙门。这一句说得好啊，听讲要十个小时，啊，总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无念都在其中，以真诚恭敬心去念，念六个字行，念四个字也行，但是要一心，一心就是清净心啊，又如阿弥陀经六朝向阳时刻这个本子，那这时刻又从时刻塌下来，称为襄阳石刻本，里面有一几句话其他本子里都没有啊，这几句话是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这几句话罗什大师的一本没有，夏莲老说到这个地方，希望啊将来印经能把这个十几个字这几句话补进去，好像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补进去这个本子，这几句话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根性并不很利，智慧浅薄，业障深重啊，那这几句话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力量，帮助我们念佛诸罪消灭，这个话佛在经教里头
讲的太多了，时时刻刻叮咛我们，劝导我们，慈悲到基础。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重罪消灭。无世界以来，生生世世，无论造什么样的罪业，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它消除。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极乐世界的人跟佛一样无量寿，寿命无量啊！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证无上菩提，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人的寿命不长啊，活到80岁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要走捷径，要走近路，才有把握。净土法门是近路，这一句佛号是把握。只要你心里头长存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我就祝福你，你决定得胜啊！无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阿弥陀佛48愿，第18愿讲得好。18愿的时候，你造了无逆十恶，无逆十恶的果报是在无间地狱，罪业里头极重的无逆罪啊。都能往生，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这些罪业消灭。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这个例子都净土圣贤录里面往生传里头所记载的，我们看过啊，这些年当中往生的人我们见过，许多瑞相我们亲眼见到过，决定不是假的。业障重怎么办？念这句佛号就能消业障。再有，能把我们妄心放下，起心动念不利十善业道，十善业好啊，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这两样是很难断的。末法时期的众生习气很重，不知不觉妄语、两舌、嫉妒、傲慢不知不觉地冒出来啊，他的确没有作意，就是故意的，不是故意，习气形成的罪业。啊，贪嗔痴慢，对圣教的怀疑，这些年来我劝初学同学最简单的方法，真修方法，要学佛的存心。佛教我们熄灭贪嗔痴慢疑，好啊，怀疑是重罪啊，是愚痴，没智慧。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他是不是有这些恶念、恶言、恶行？我们不是自己听到的，不是自己见到的，听别人传说的，更不可靠了。那我们信以为真，把它看作一个恶人，这个人冤枉啊，我们造业啊。佛教导我们，即使真的他造恶，也要原谅他，也不能随便批评他、回报他。他造业，我们看到了、听到了，随着我们也造他的业，你说冤不冤枉啊？他将来做善徒，我们跟着信，能不能在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债主、没有对立，这个日子多好过，多快乐？这个不要求人，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念，就得到了。佛在经上前面我们念过不久，告诉我们说：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别怪他，他想错了，他做错了，他说错了，为什么不能怪他？没人教他，所以
你要同情他，你要原谅他，这是你的厚道，这就是积福，这就是修善啊！何况真的没人教他，啊，处处原谅人，回过头来不能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大错特错啊！原谅自己是罪也，原谅别人是福啊！是灭罪，是天福啊！不能不知道。佛言，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的佛菩萨，佛心里头，佛眼里头没有我用。看到无间地狱的众生，他还是佛啊？为什么是佛？一时迷失了自信，造作恶业，感的这个现象啊，好像做噩梦一样，他会醒过来，他会恢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佛陀。为什么这个面目不生不灭，永恒的？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现象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自信，是真心，有生有灭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佛用真心，不用妄心。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前，永远站在最低的地位，别人都是佛菩萨在应化，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常坐如是观，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坐如是观呢，慢慢自己会醒过来。醒过来之后，罪业化解了。菩提心现前，菩提心是觉而不迷，这个觉是真觉。我们要想恢复真觉，最简单的方法读经，经里面的教训记在心上，落实在生活上，特别是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说什么时候你成佛成菩萨了？什么时候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成菩萨了啊，能够看一切众生都是好人，干什么坏事的时候也是好人，他本来是好人啊。三字经上都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善人不是坏人呢。怎么坏了？学坏了，
语言不善，学坏了。啊，真正学佛，想走捷径，就用这个方法学佛。断贪嗔痴慢疑，学孔夫子啊，外面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一个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你说多好。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不是做不到啊！啊，这样做到，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温良恭俭让，这个五德，孔子有。释迦牟尼佛有，诸佛菩萨都有，放下，看破，看破是智慧，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啊，看破是什么？万法皆空。金刚经上告诉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不可得的统统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身体不可得，有生老病死，所以是假的。放下就对了，执着就错了。真能放下一切随缘，这个身体自然健康，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自然延寿，为什么会延寿？不是为自己名闻利养，与自己毫不相干，为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大好事。这个人要长寿啊！啊，海鲜老和尚，112岁往生的，他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寿命？佛菩萨加持的，不是他本有的。佛为什么加持他？现在学佛好榜样没有了，阿弥陀佛嘱咐他，让他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跟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做个好样子。这就是他晚年注释所做的工作，是为佛法，是为众生，帮助人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他能得到，我们也能得到。注释是苦差事，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表演，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这一句佛号从20岁念到往生，往生是102岁，念了92年，92年的功夫难得了。我冷静在旁边观察，老和尚念到礼业心不乱，礼业心不乱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啊，只是能大师说出来了，他一生没说出来。果然语言不一样，啊，所以向阳弥陀经这个十课本这四句以称名故助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是故阿难一心皈依瞻仰，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又如诸已往生者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故必能满往生之愿。这个后面几句话都非常重要，我们要记住，多念念，增长信心，不退愿心，阿难能成就，海贤老和尚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勉励自己，努力追上啊，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在这一生，不能等到来生后世。来生后世可能愈迷愈深，你跟极乐世界越来越远了，就要在今生，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